中非关系实际上是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关系，包括全球南方关系发展的一个典范。今年呢，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珍视亲陈理念、正确印尼观十周年，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引下，中非关系的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进展，有利于推动国际秩序向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。